对对对，这边在地在地在地上会讲起。嘿啊，对哇。本来你做过。对哇。我来跟他混的，我来你唔来你带去。这嘛这嘛，阮随风嘿呢。我跟你讲哦，讲话就要较注意。我有那么夸张吗？人家丁国林用用骂大家的方式讲的。啊呵。阿麦啦。阿你干好。哎呦，人讲随风出车查某跟我。恭喜。只要来听几段，大家来大家好。对啊，研发我唔明你，出来跟你做定竞选，你感觉安怎？尽量买，尽量买。边个就是你小妹吼？系啊，我唔知啦。你是谁？我是丁国林的女儿。好哟，这么出名，哎，真的表演冇，样表演冇。啊，他啊，嗯，你会怎样？唱歌跳舞。唱歌这么厉害啊！好，那今天给你一个机会。好，您请您妈妈免打紧，在向慧玲姐姐面歌星面前表演一首歌，好吧？你要唱谁的歌？张韶涵。哦，他喜欢张韶涵的。张韶涵呐。他喜欢哪一首歌？张韶涵的什么？双节棍。什么啦？双节棍啊。双节棍。那是张韶涵的。我以前。那是刘德华的。周杰伦。周杰伦啊。周杰伦啊。周杰伦的张韶涵，张韶涵。来来个小妹妹，来来，隐形的翅膀，大家拍一下破案，这本来许红军啊。觉得有点怪怪的，我也是刚刚刚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张韶涵啊同台，可是他唱的不是这样，我跟他一起演偶像剧，也是对，里面有几场吻戏，嗯，你什么时候跟他乱讲？对呀、啊，可是唱的版本好像不是这样哈。哎，这条歌《隐形的翅膀》，对呀，怎么？哎，老师那个前奏再给我们一次，对呀、啊。所以这条歌是张韶涵唱的《黄昏的故乡》，是吗？不是啦，《黄昏的故乡》后来是秀兰玛雅在台湾阿信的先唱红的。对，一开始是向前，《黄昏的故乡》一开始向前。文夏，文夏老师。哦，所以文夏老师的艺名都是张韶涵的。不会乱对啊，你是行前乱，他也对乱的。你挂钱，你讲就顺的啊，对啊。我无骗你，我都跟他坐咧门口。收钱，我就骂会死，对不？谁？你两个？
丁议员你好，收什么钱？你这久无回来呢？是啊。哎，我无啊，这两个唱歌，我伫门口票口收钱啊。查某囝熬唱歌就爱栽培啦，敢是找出去外口赚钱用的？哦，你咧讲话拢那机关枪，你我讲你听，你伫外口做议员服务选民，也毋捌回来服务过我啦，对无？我哪转乎你的呢？我哪毋是咧外口拍拼？哦，这两个查某囝要食啥穿啥？无啦，你安尼就无真正无道理啊，对无？啊，离婚就离婚啊，啊你囝转来，你即摆是要哪要干何款就对啦？是啊，要干何款会使啊？算算的啊？算啥？算因两个饭堂啊！你捌做过兵哦？迄做兵去哦，也无共做天哦，爱共穿饭堂啊，你知哦？你即摆要娶走？新外汇，我跟嫁走顶啊！我刚刚来穿饭堂。我即摆娶走，再送长。我嫁十万顶啊，互你开9万，剩1万还用了，你跟我算？你即摆是安怎？阿爸。哎呀，你哪会无台？你哪会这边走出来？我就知，搁去搬嫁对无？我就甲你讲，我是。阿爸，算一摆啦，袂走嫁。唔是买啦，算租伊较久安尼。阿妈，我都袂放心。阿哥，法庭甲我讲，讲伊在路的吼，拄到姐姐，啊姐姐误会讲，甲这个查甫囡仔做阵，要顶下向姐姐解释。啊，结果我看你袂走，叫你。唔是啊，人都，人伊嘛是带因老爸来看恁查某囝，人是要来落定的呢。哎，哪会算袂？阿母，我拢无识识因啊。无识识，啊是倒一个要落定。啊，歹势，阮后生啦，啊，你有两个查某囝哦。嘿，你干嘛？你要嫁伊啊？你即摆是咧看政治哦？看卖天气好啊，歹啊？绝对好用的。我查某囝啊。政治你低讲啊！喂，啊，你嫁伊分倒一个？就迄较细汉迄个，迄个啦，即个肉仔袂歹。恁家有钱吗？阮家啥物拢无，敢若有钱。下唔知因爸咧印运票诶，妈妈希望讲吼，恁拢会当吼得到好归宿，啊，千万唔通去坐到像摊就恁爸这种浪流的呢。未啦未啦未啦，啊，今仔日哦，啊，若决定讲早囝要出嫁，欢欢喜喜啦吼，欢欢喜喜啦。阿爸，你真正爱嫁哦。会啦，经过呢三桥四桥，所以得避妈妈的愿望，希望讲会当家和万事兴，拜拜，一个笑目拢会当清楚，两个早囝。弄当去掉了，伊人生上幸福的这个方向，所以呢，妈妈的愿望终于完成了。